这边吧，看有菜，有菜把菜摘回去。嗯。半个月没有来菜园了，这个黄瓜又长起来了。哦，你看你也像菜花的。那么这你看黄叶黄了，那么下去了，这玩意正好也起来，接上去了。哦。嗯。那这样的话。这个红啊，全红了，这个，这个长好。嗯，没红嘞。也是红的。别的了，别的了，放上料比放两天都红。嗯，那也红。红的你挑吃。你把丢失一下的。我吓，吓我一跳。回来了，把你吓着了。你们把跳吓的，我把你吓一跳。来来，哎呀。我看见这么大一个一生枝，下来，看这，下是那天下雨下的，哦，这红的，来不要不要不让你动摇，这个没事，这个出来，出来了，出来，先把摘了，不要看那啥，小的都摘来了，摘工人好吃，那皮那么嫩。豆角吃还是不多，闻呢，自己打自己，闻呢才闻着味道出来了。你看这菜快下去了，你那青菜上边了，行吗？奶奶，哎，爷，咱爷挺不地。哦，你摘从院里摘的菜，奶奶。嗯，那西瓜是红啊。嗯。哦，就长红来了，在院里那个。可不是。啊，从你看外地刚回来，回来那个过来看看你嘞。嗯。好、哦。来看不见来了。哦，你看我那个从外地那个回来那个也不没过来，也没啥事儿，给你个吃饭奶奶。光光。啊。要多少？你看这用的嘞，我是嘞，有钱呢。不行啊，不行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这换这换有钱嘞。哪里啊？这地基不用钱。我回来给你买点吃。哪里啊？那不给我买点吃也不行。哪里啊？哪里啊你？我有钱了。有钱你我这我一片孝心，你不讲。哪里？哪里啊？不行。哪里的嘞？人家这都是要花钱，人家花吧。我是嘞，你嘞？俺家那啥时候那个他那个好点嘞？人家治好了，大家不高兴嘞。哦，他现在那啥没啥事嘞，都回来养了。可是趁人家我讲我俺家还年轻嘞。哦，没事嘞，你看能治好。看我现在忙忙乱，我也不能走。啊，没事嘞，他现在那个那啥在家。我这两天跟娘家来了。哦，人家能。来了也不见，怎么吵完事儿嘞？哦。来了都半天了，来了吃点饭了，走了。我那现在也是天天在人家吃那个饭哟。哦。本来还年轻的，家里真大一个来人。嗯。他那个人。哦，你看，没事嘞，你嘞。嗯。咱好好看嘛。哦。人家不能走块，都一家多，你吃那个红啊。哦，没事嘞。你连我经过是成天没走过块的哈。嗯，你看，没事嘞，你嘞，能撑起来，放心吧，你嘞。嗯。你看我拉不过那八万的哦，也不少。没压力都没动力，有压力要才有动力。可不是。你好好在，没事的，别在那担心俺了，你嘞。没事的，我这转眼间那是没了也没事的，主要讲给娘娘娘听的，办办事而已。嗯。